命做阵来打拼，打拼创造好名声。名声靠自己，自己爱坚持，坚持等待成功回向你。不免甲人比来比去，你就上路就可以。可能哦，爱少注意黄文金一个，因为伊身躯顶有多生的两条魂滴，会用讲伊是多生的魂身。黄文金的身上刚多生本来两条魂，啊，之前咱所理解唔着拢总分唔着方向啊。我认为伊是用黑虎的，所以顶面干马戏团要替黄金石甲迄符咒，唔着根本是无效的。而且伊阁顺续搬一出戏要互咱看，根本拢在骗人的嘛。免假啊啦，紧起来啦！甲王文杰的代志讲给大家听啦。王文杰哦，啊对啦，恁大家拢爱较注意王文杰的啦，因为我甲彭彩也拢有看到啊，伊今日还发术呢，伊都是对阿强用什么定身术啦，啊江道生才有机会对开枪啊，啊结果咧白莹莹为着要保护阿强啊，就替伊动禁忌了呢。哎呦！你这个早就应该啊死透透的老妖刀啦！你竟然啊丧尽天良，用这款禁忌的法术替自己啊逆天赎命，转身到无辜的人身上，已经过我遐侪年了呢！你我无冤仇，动脑筋哦，到你自己养猪的身上，搁害着莹莹啦！我跟你讲。今仔日哦，我就要跟你算账，免让你逃走的啦。下当也讲了讲唔对，江道生，你今仔绝对走袂去。你竟然有法度隐瞒你的身份呐，挑过利用无这个乞丐伊外表来欺骗阮大家接近阮，阮对你无体好。你真正牛呢，你藏了有够深哈。不会，伊遐尔善良。哈尔单纯，伊阁哈尔少年，就因为你想要续命、想要转生，阁予你牺牲老安老死。你老祖你是谁啊？你神哦！下个大叔大爷就决定别人生死。无迄个乞丐囡仔，就算讲伊奋斗一世人，也无可能变成大头家、大乞丐。那是因为我让伊哦，助力啊，佮成就，伊在天之灵啊，伊甲感谢我唔得着。江道生，你真正是气笑啊！阮爸爸讲过，风水道术会去阻拦蛮去害人，唔管是任何理由，拢袂用去邪念，用风水道术来害人做歹代志。你若是违背天理，一定会受到报应，会受天谴。
你捌想过，是安怎你唯一的后生，遐尔少年都无去？还是因为你做个受亲，受到你的可能性呢？周亚明，你给我走去！我银川不是这命的，我要跟你见面啦！我囝善良个好心，天公伯哦，不应该安尼对待伊。你给我点去好无？你看他今晚可会死去？我一定背着你看见阿妈的分享，你向因大家回嘴讲一句唔对，我相信因大家一定会放一条路给你行。我是都为了做唔对啦，啊！这几年来我这么打拼，环宇集团叫今仔规模，那拢是我家己的实力啦。而且我回来的时阵。嘛有甲陈忠信暗示过哦，是你家己讲无想出来，啊是你啊，为楼顶摔落来，摔个密密麻麻，头昏目暗，煞袂记我讲啥着？陈忠信，你也较清楚呢，老放弃啊，唔通亲像你老爸同款死法，安无？咱老爷是袂原谅你的。迄个时阵，我毋是甲你提醒，叫你毋通亲像你老爸款想袂开的死法，啊若无吼，也死冤冤家。你无安尼，跳出来甲你骂。点你！我阿爸，你当初承受这尼啊大个冤款。伊阁啊派着一个贪污、欺骗村民的罪名来冤枉死，这拢你害的！你偷偷走去阮祖厝边啊，一张情书，你下这尔恶毒的纠缠，你害阮阿爸、阮阿母、阮全家伙拢狼藉散体，你才是真正阴沉恶毒、唔知见笑的人。算算啊，我进前啊。把你对伊的望啊，想要把你恶出来，真正是多好命啦！我人阁好好活伫遮啦，你跳我无又安怎？对我一点仔伤害都无。伫遮当年啊，陈金龙甲陈新波，因害我的名声拢乌有去，害我无多金啊！我呢，我陈金龙家破人亡。你小看你心灵啊！啊，无想要讲哦，伊这一点点打击，就会记载袂掉。我真正是看翻伊的能力啊！讲，你滚！出去啊！你敢阿爸？你唔知啊？我是超越其他公的。你怪谁？超越绝对不怪我啦。讲到是。你真正无天良呢！当年若是因为你，你陪我踏踏实脚，喊我讲欺善落魄，阮陈家嘛因为安尼，把你毁掉。你个好意思，你有歹面子，批评我阿公。我阿公的事，想把这世人上听为寒。你即摆超过伊，连空嘴顶面抹盐，你真正不是人呢！我看。这未来城迄个江都，根本就是江都城啊！挑故意啊，骗咱入去的叛徒。今仔日啊，甲修理一下了啊，我转去，我才好好看清楚啊，这合作的内容，看要安怎做，减轻大家的损失。地摊分析了真好，啊，不过今不管安怎。至少把江道上的小鬼仔给拆了。所以，就让伊伫个笼仔内，继续去做伊专心做的大梦。看来陈忠信甲郑清波因今日是被放我离开啊！我只想一个办法逃走，那无我江道神的命，真正拢会当上伫遮。猜下啊，
陈东俊，你两人即马是西瓜我大边啊，亲。角色侪唔是伫我这边，你着叫伫后边，唔敢出声啊，亲。我甲恁讲哦，啊，我若有机会离开家，头一个会请你做教。我拜托一下哦。你阁想要聊我当作是你幽闭的转身容器呢？我想票你拢袂有啊，我哪有可能我向你啦？我阁想要好好活落去吼。黑白，是你家己将你的路行到长去的啦。连我的小雨，你嘛想要卡？你甲我听清楚啦！从即马开始哦，我会徛客户这边啦，我绝对袂阁暗号你啊。好，真好，恁一个一个拢好会记的。我江道行袂安尼着束手就绑，算讲要死，我还甲你拼一个输赢，家家是大家做伙死，我有啥物好惊的？江道行这老妖怪，唔知要出啥物怪招，林队啊，我处理。外魂找到王五金的时阵才应战，那无我真正是死路一条啊！走啊，紧的啦，咱绝对袂当被伊抓着。我这要走袂振动啊！走袂振动，莫走！啊，若无咱怎么拢会死呢？快紧的啦！你先坐，不要紧无？紧起来！我脚跟咧跪着安尼。咱先来遐面前，紧！司令，来，先来这边。嗯，我拄则明明算在头前了，那谁看无人啊？文教官，卖个逼啊！我看他做困兽一道嘛是无效，我无可能放你走。我应该这件代志先给压压出去，你听着无？哈！卡免加收济。班中心一两个，不然我的家死死也该归我。啊！
这是啊，朱宗业不可啊！大仙，大仙，大仙！一口一口开的，给你，啊，我要鸡叫给我吃，鸡叫给我吃，大仙。对啊，打电话叫药车，顺便通知张博士因厝的人，你便宜个照顾。三条魂拢在王金的身上，会当照着伊的安好，互我的身躯好好啊喘气休养。即马顶多是保护王金，唔当有任何的破绽，上要紧啊！这三个以后再来休息啦。你不是差一点仔就要发现啊？谁那样走去啊？走去上好啊，咱们才会当得回家。恁两个即摆是安怎？我毋是讲，让江道成惊到屁屁喘，惊恁个魂啊，差点仔叫收去。我即摆两个搁伫遮咧咧甲顾，是等咧要分伊个遗产哟。丹东贤啊，讲话敢有说遮尔啊歹听？唔管安怎讲啊，拄只我嘛是拼性命咧保护小雨个安全。我会留在遮哦，是想要了解阮客户个状况啦，安尼有啥毋对？就是讲啊，我甲饭菜下哦，差一点仔去鬼门关走一转呢。所以，阮当然哦是要确定一下啦，以后是毋是真正无性命威胁啊，阮才会当安心离开嘛。小雨啊，啊，即摆内底状况安怎？啊，之前毋是有看到江道生叫人拢送入去手术室啊，啊，若无久都叫人送出来，敢真正无救啊？院长是讲啦，江道生脑压过高，无得动手术，所以送去做 CT。到底状况是安怎？爱是等检查结果出来才知影。总讲一句啦，阮客户哦，先过刀强啦啦。伊明明知影伊身体状况无法度动用法术，讲硬是要拼一赌。啊，即摆哦，不敢安尼啦，嘛唔知影有命通我活落去无，真正是惊个。就是讲啊，安尼阁有较严啊？若是较早看破，较早认输唔着好啊！啊，阮爸甲地当的遐个人哦，一定会留伊一条活路的嘛。奇怪，啊，恁今摆咧对阮干爹讲这个好听话，啊，你爸给阮干爹要创啊？有啥物目的啊？还是讲你认为讲阮干爹到今摆阁会收留你的？哎呦，这话嘛袂当安尼讲嘛。啊，因为分彩后对江道生的计划哦，知影头知影尾啦，所以硬甲留伫遮。你有啥物疑问哦？分彩下拢会当回答你啊。啊，比如讲，
是安怎王金的身上会有江道生的两条魂哦？这个代志啊，彭彩霞一定知影。你莫听陈东俊伫后壁讲啦，我嘛是前几工啊才知影，原来阮客伯有两条魂藏在王金的身上啦。啊，我嘛真紧张，想要通知恁啊，一定要较注意王金这个人才会用的啦。看来进前哦，是恁老人脾气啊。照关道生即马状况看起来，应该无法力当继续控制王金杰。所以吧，王金杰原本个性。刚回复啊！我感觉哥讲的有道理呢。假使讲文金姐身躯顶真正有江道生的两条魂，那安尼就算讲文金姐后来无约到阮爸，伊嘛会当来甲江道生报告状况啊。奈个即马拢无消无息啦，伊也毋知影咱有赶到位去阻止江道生的转生啊。小雨，你即马直接靠文金。先看伊反应安怎，再去讲。哦。哇，我即马迄个身体啊，看起来实在是真不妙啊。当中的声音，嘛应该想着王金姐，等你一定打电话来探听。喂，文亚星，是文金姐，你这边人在倒位？我嘛唔知影，我这边人在对呢。唉，一点钟之前，我突然发现家己走在山林内底，我唔知要安怎解释。我这边到底是安怎？文金姐，你可能是中江道生的附魂术啦。伊无我过进前，才有送来病院，可能是因为安尼，你才会当清醒过来。哈，江道生，伊毋是几十年前就死啊，哪有可能即摆还过活嘞？阮骗你要创啥？求你迄个江中林啊，其实伊就是江道生啊，宿命转生的对象。我嘛是拄知影无偌久啦。真哪有可能啦、啊？俺想憨嘛啦。文金姐啊。啊！你敢有法度家己找路回来啊？还是讲你直接手机发一个定位给阮，我叫陈爷接你啊？免麻烦啊！我看到头前有送药道路的款，过路灯，无去遐坐车看卖吼。好，吴文姐，等小兰一来，邓副院长病院，我拢会将白超越还有老夫人啊。好好，我去。我感觉足奇怪啊！假使讲黄金石啊，若真正是伊家己，而且伊伫咧一个清云的所在，搁伫遐困遐尼久啊，照道理来讲，一定足希望咱会当赶紧找到伊啊！要哪有可能第一时间就先拒绝我的提议啊？啊！我这是哦，江道生的两条魂还搁伫黄文金的身上，伊毋才会讲出这款话。讲完了，黄文金啊！等你就会来啊！真相到底安怎，连命也知影。恁两个真正食饱上闲啊，先去买一挂食甲饮料啦。恁伫遐才等待。啊，巴肚也唔较早讲。好啦，阮即马来买物件。爸，你是过来怀疑彭彩霞甲陈东俊啊？我想恁两个应该唔敢变去变过啊。唔是啊，其实是有一挂代志啊，我感觉有淡薄仔奇怪。之前江道生啊，要用塞入去手术室的时阵，伊当阵状况，你敢要记？迄当阵状况足乱的，我记金玉阁陪超越个老夫人签手术同意书啊。迄当阵我拄好徛伫个江道生的担架边啊，结果杨勇把我手抓。搁讲一挂奇奇怪怪的话，
是。啊！你是有什么话要交代？啊，我叫王妹，那是超越怪。妹，我可能有话要跟你讲，因为李正公，你今仔给我拍牌呀，其实。阿比莫斯，你想怎样？其他真相都你得扛起。你今麦讲这有啥意思？你讲清楚。三礼拜，进去收拾。所以，我就一直在想，我敢有啥物代志了，搞去无注意着。啊，若无是安那江道成，伊甲我讲啥物其他的真相，我若知影，我一定会真痛苦。干爹。你先别想遐尼济啊！我咧想江道成迄当阵，伊的意识毋是介清楚，无着开讲遐话哦，无啥物特别的意思。是啦，爸，可能是江道成哦，阁有无讲话的情绪啦，对安尼，你莫想伤济啦。希望是安尼啦，希望江道成啊，伊所做的歹代志，真正亲像伊拍落了，我全部。拢总无去，拢结束啊！唔能够留任何事未来。伊啊！阿祖，阿妈。我可是去甲恁骗甲恁老师，恁可愿意来看我？哦，伊啊，别个讲话啊啦，我看你讲话哦，都讲甲真正啦呢。嗯，我真真，只有一部分的真心。现在我还是无更加真心的呀，恐怕都无机会啊！伊啊，伊，阿妈拜托你，你莫安尼讲好不好？你还够少年呢，这个伤对你来讲，这不算啥啦。你一定要好起来，妈。我什么状况，我家己想清楚啊。即马，就算我更加侪后悔，可是你，我无法度挽回啊。阿祖。阿妈，我哥拜托你，替我好好照顾我妈。我爸已经无啊，我讲，我讲，妈会好着去乖，以后。就会剩我妈一个人，伊会照顾大个，干袂得，拜托你替我照顾我妈。哎呀，你放心啦，阮绝对袂放你妈妈一个人的啦。
对啦，阿祖，你得好好照顾伊啦，吼。替我动刀的时阵，你笑；一开替我动枪支，你嘛笑。每次敢那，不管是枪支还是刀啊，给你伤害着，迄拢同款。好在是小蚊仔叮着同款啊。可惜，我无法度用我的面条甲你告别啦。不管你是什么款的面容，你在我的心目中啊，就是疗养院内底迄个上善良、上有正义感的英英啊！啊，这个世界，除了我妈，还有我外公，都准你讲我善良。讲我有正义感，我你哪讲过？你讲后世人能够再续前缘，啊，不过我无爱，我伫振作起来，你是我这世人唯一的亲密战友。去找，我答应你。蒋阿强，通用的时间啦，已经到啊。家属啊，要保持距离啊！咱在尝试咧，敢袂当好好跟我妈讲几句话啊？杨队长，歹势啦，我知你对阮已经足宽容啊，不过还是想要拜托你，给阮甲这个囡仔讲两句话就好啊，拜托的吼。
好啦，慢想久啊。妈，别哭了。我之前我添遐尔多麻烦，就当作我是去内底进修啦。要哪有同款啦？之前你不管偌费力哦，拢有人咧替你擦脚掌咧。对，迄拢是江东生的阴谋。我哪会这尔憨，到即马才发现，我真正是一个足失败的妈妈。那安尼讲，你对我的心目中哦是一百分的妈妈，所以你都要甲保重，等我出来哦，你袂遐尔艰苦啊。啊对啊，即阵啊，你阁要带你的感觉？那有可能，较等下哦，我就转去包好款款，离开迄间厝。是讲啊，张道成的后来要安怎？我烦恼你都袂赴啊！我擦擦迄老妖怪去死！伊到最后也是要硬死拼啦。明明伊的精气神都已经足虚弱啊，嘛是施展法术要对付我。我也和阿妈去破坏，伊就规人倒落去，剩一口气尔。虽然讲是天地交将。一切拢是伊家己做得来。伊咪安那只硬啊！唔管因去死死的。超强，好啊啦！伊都拢已经行到这步啊，咱哦尽人事，顺天意。最后伊到底变安怎，拢予天公伯去安排。这边会当解拍倒。你嘛算是有功劳，这边你去呗，会记得哦，一定要好好把你的心静下来，心若静下来，你才有法度去思考过去咱到底倒位啊走唔对去，未来要行什么款的路，你还阁遮少年，只要你肯真心悔改。将来一定会最好最好的前途。阿妈会等你。阿妈，妈，你还好好保重哦。妈一定会去看你，好。妈，阿妈，保重啊！真正，真应该要啊！嘿，林子雀，你在家创啥？啊！林无极集团这么出名，我的陈冠杰刚袂用诶。你莫在家搞连销诶哦！俊南是毋是你放出去的？我甲伊放出去。你的意思是讲你甲伊关伫家？哎呀！不管我看到伊走出去的时阵，雄雄公公，你安尼把人关起来是犯法呢？你只有杀人诛口的人，才无你资格讲别人嘞。你有做功课呢？看起来顶个伫咧机场的便所去面了哦，你捌研究过我？一只狐狸精，敢有啥物资格，让我浪费时间来研究嘞？不管你是要用啥物步数来诱拐阮俊男？还是第一下想康想胖，想要做林静给伊，拢是白了工啦。参像你这款歹心毒心的，未见小的小三哦，根本就配袂过阮君南啦。讲到做小三，你是大神拜，我应该好好握你的手段才对。学姐，你是学历安怎啊？
我自细汉就无爸母管教，所以我讲话较直，袂当讲是无忠无灵。所以你要安怎看我，我一点仔都袂要紧。啊，不过我真正足好奇的，你甲张俊南的关系，为拄则着一直温俊南、温俊南叫甲亲好好，连伊要甲啥物人交往都袂管，袂输伊是你的好死同款。俊南是阮蒋家的儿子啊，啊，当然嘛是我的客囝，我甲伊当作家己的好死，这是真正常啊，是天嘛拢无正常。恁的关系若真正遐尔好，伊是安怎三番两次要甲你作对？看起来你这个人有足大的问题，有问题的人才是你呢。这两个按破落的关系，让人揪后脚，拢跟你有关系哦。你伫在遐人教相加，作风作影，我绝对无可能哦，让你第一只想要做啥就做啥啦。啊，不过这两个我拢成功啊，我确实是想要创啥就创啥，你有够会当喏。唔免目睭听到遮尔啊大搞啊紧，亲像你这种有岁老大人安尼，真有可能会得着干眼症哦。你唔免遮尔啊生气啦，人唔是讲拍袂赢就家己。亲像我这种人才，必会当开大钱，邀请我来无极集团上班。阮公司无在做资源回收，无收什么派头股下。啊，嘛对吼。甲你迄只花蝴蝶四界彩蝶，就甲你不管无法度收煞，应该是无在着，阁收我这只狐狸精。你这只狐狸精，唔那刚巧，阁真傲硬傲嘛。好啊，我这就报警告你，擅闯公司的机密开发区，企图窃取阮公司的商业机密。我看你阁会当瞎掰无？做你去报啊！为着我之前直直去警察局，袂输你行走脚同款。我甲遐警察拢真熟，我会当趁这个机会去甲因好好开讲一下。喂，我就是。什么？俊南在医院？好好，我即马上过去。今日算你好运哦，这条线我后摆甲你算。张俊南伫咧病院，刚是急救超越的时阵发生什么意外？要知就想办啊！你若早算着讲家己会走到这一步，将家己误到三分人七分鬼。你都应该袂做出这尼啊多逆天逆行的代志出来。我即马唯一会当做的，就是替你尽最后一份的心病，来帮忙你救一个生命，莫让你变成无人收尸的老骨灰。因为着要阮妈成婚，一直甲我保持距离，我感觉我毋是感觉一份子。啊，不过我相信伊的心嘛毋是铁牌的，伊个感觉会通甲我报告我的时阵，我确实有感觉到一点仔温暖。你有听到无？你唯一的查某孙，差一点就死在你的手头。不过伊即马还搁在替你讲话，你敢有感觉到一丝仔后悔？阿乖。阿妈唔敢唔敢讲，你会当原谅我。
我刚才你阿公，伊无来伤害着你，阿那无阿妈，阿妈最近都也足沉重的，妈。好啦，唔卖阁讲这啊啦。看你家己拍家己，我真系做唔甘的。你还讲唔甘？阿妈，当然啊，这几年啊，不是阿妈尽心尽力的照顾我。我哪有可能生到这么好？不管是五年前在新加坡的密室，还是这次，阿妈都是真全力在保护我。所以说阿妈，你别再煮起来哦。你哦，都是这样啊，善良。不过你的爸爸一直在天顶，一定就冤找我。我是知影无面通去见。阿妈，你莫有悲伤啊。爸已经过身遐尼侪年啊，伊在天顶。一定知影，阿妈是上挂念伊的人。你对伊的爱哦，伊嘛绝对拢知影的。阿妈，我即马哦，代替阮爸，甲你咱条条。多谢阿妈这么爱我，我甲阮爸。妈就爱阿妈，过来说，阿妈妈爱你，阿妈。客户啊，客户检查报告已经出来了，不一定哦，今嘛要向大家说明。客户的病情啦，跟出来听。好。李院长，我请问你吼，阿姨今麦状况什么款？可能要请您先做好心理准备啦，因为肝脏在伊脑瘤发育，啊，造成脑干出血，啊，今麦脑压足悬的，无法度动手术。若是这脑压无法度降落来，就可能造成。脑部的功能丧失，啊，简单来讲就是脑死。脑死，啊，唔多变成植物人啊！好死，真正是不一样。要回我所来日子，都敢亲像活死人，还是活去？要死啊，死袂去！阿妈，你较真做个啦。若是真正亲像副院长所讲的安尼，咱就只会当让阿公莫遮尔痛苦啊。院长，多谢你。小陈同我讨论话，我找你讨论所来治疗方式。好，那安尼我先来去报应。洪院长，夫人，是袂到遐尼严重啊！那照拄只副院长讲的，总裁要进行要疾病的，一劫天地为，必受天劫，伊是自作自受。我了解，拄只我听文瑶讲，我真正无法度相信总裁
今年都是江道成。虽然伊对我做纷纷这种恶极的代志，兼搁伫我心内，伊毋是我不喜爱人，那么是伊甲危害扶起来，甚至照顾我，陪我复健，我哪有可能好起来？一个王文金明明都是江道成的分身啊！拄只只几个人起笑呢，啊，即马看起来又阁真正常，啊，伊到底是毋是伫演戏啊？无，我来甲试探一下好。杜俊啊，你是创啥啦？起来啊！赶紧起来！哎呀，彩霞，你是气笑哟？啊，无代无志咧，讲叫王文金，这不是无代无志咧，客户啊，伊第面是发生代志的时阵哦，根本都唔是这种文质彬彬的模样啦。对啊，伊当场被输到江道成负心咧，唔那会哦替白云解除白虎啦，阁会用什么定身术哦，甲阿强定伫遐呢？害阿强变成一个行动艺术雕像啦，敢若剩两蕊目睭，伫遐咕噜咕噜用个叮当，伊哦根本就是个大法师啦。是啊，隔袂开钱啊！甲白影影台戏的时阵哦，伊连目头都无干嘞，伊这个人哦根本就是无会无学识啦。啊，即摆有真威哦，拢是假的啦。嗯，我嘛是安尼认为啦，迄江道成还袂死啊，所以伊的两条魂哦，一定要搁在王文金的身上啦。恁大家拢较细腻的。千万唔能会骗去啦！恁误会啊啦，误会！啊，真正是啊，黑苦白论的少呢哈！讲要把我当作是江道成幽闭的专线用器的人是你啦，死活拢唔肯让我离开啦，害我让江道成开枪，差点嘛吞气这个人嘛是你呢！你真正是够老假啊！你啊！江东顺啊，我若之前对你做凶代志，我叫你回心嘞！也毋过，迄是伫我无意识的时阵做的，我根本就唔知嘛。若是我要打电话给我，我想做清醒了后，人伫百年山区，我拢定无上头呢。其实我嘛是苦主啊。那咧文金姐啊，请问你吼，伫个你还阁有意识的时阵，你有印象的最后一件代志是啥物？我有印象最后一件代志是晴天。要结婚的前一天，伊摕一份民众密报的资料来甲宣告。我看到内底资料，迄顶面是关系到万条馆风力基金的口座病逝。我解释回听，确实讲迄文件是真实的，咱咧万条馆就准备要设家。这件代志我确实是有听晴天甲伊林提起过啦。也毋过，阮大家拢想无呢，是安怎江道成安尼无代无志，要用法术来控制你啊？你是毋是有得知啥物，还是讲你知影啥物秘密？我发现文件顶面有环宇集团傅水英 logo， 我就去怀疑啊。我就准备私底下调查，我走去问阿强，伊讲话提提吐吐，超过伊啥物啊？我就暗中跟踪伊，我发现伊带万条馆去未来城的工地，唔知咧创啥货。为着要摆渡记录，我就现身问伊，啊，落尾代志，我就完全无印象啊。一直到我要打电话，那即摆咧听起来有淡薄仔合理啊。伊当初应该是江道成啊。叫张朝祥去做什么歹代志？结果去用文金啊抓到张头，江道成伊想好方法啦，归去就直接对文金下苦手，来替张朝祥解决这麻烦。所以自迄个时阵开始，文金姐啊，对唔是文金姐啊？爸，我是亲目睭看过这个王文金啊。阴阴挺挺，加人三寸深的模样哦。就算讲伊即马过了过无过，
解释了够安怎详细啊？恁大家嘛无得确定江道生的两条魂是毋是还搁在王杰的身上啊？对无？是啊，阮客被调来了后，嘛无人会当证明讲，在王文金身躯顶的两条魂，会像无电的扫地机器人同款自动归位啊。只要阮客被哦，还搁有一口气伫个哦，伊想要专心继续活落去的念想，都无可能会消失啊。所以哦，我建议你大家啦，千万唔通冒险，把王文金放在恁的身躯边。该讲我拢讲啊，我家己是变哪证明我就是王文金哈、啊？我问你啊，老虎米，伊早上哪叫你？米皮啊？那呢？你个老虎米，谁哪个也接生落来啊？邓东俊，别来乱哦！非得我就是我都相信你啊，拢嘛是你害的，害我今麦看到草兽啊，当作是蛇。无呢啦，我即马先甲你伫遐关起来，等江道生死了，我才甲你放出来，安尼较妥当。囝，哎呀，你是讲袂顺车毋啦？哦，你即马心虚吼，江道生，你莫搁演啊啦！囝，哎，过来，你莫这，过来。好啊，咱，你莫在遐乱啊啦。其实哦。之前道生有捌甲我讲过啦，伊讲有分魂去文金的身躯顶，而且我有问伊讲，啊，这魂魄是要怎收回来？伊就甲我讲，除非文金死，或者是伊无力施展法力的时阵，安尼文金的两条魂就会自动转去道生的身躯顶。即马，道生拢分袂滴个，就表示讲，伊根本就无法度施展法力，敢毋是嘞？所以我相信吼，即马文金就是伊本人啦。阿平啊，阿方便讲个。讲完呀！我对这混混事嘛无啥了解，啊，不过至少目前我伫个文金的心骨顶，无感受到啥物无好的气场，所以王老夫人讲的应该是真实。哎，无啊，啊，不过你这……哎呀，啊，恁妈妈都已经安尼先讲啊。啊！你还阁唔相信哦？一平兄，多谢你解释，予大家了解。假若无我真正是跳入去三条溪水，拢洗袂清啊！既然运江阿姐已经转来啊，那恁阿姐有一件代志，敢袂当拜托你？你讲。阮阿公已经倒落去啊。超强嘛，去用掠去关啊！公司的代志我拢唔是足清楚的，我惊我无法度甲公司管理好，所以讲阿姐，你敢袂当留伫寰宇，啊替我甲公司稳定落来？无问题。不管阿讲，江头生对我还是有救命的温情啊。是啦。公司吼、哦，较想要爱大整顿啦。恁哦，要做头一件代志，就是爱先将彩霞、甲陈东俊这两个人死掉，因为因两个拢帮忙道生来做真侪伤害着公司的代志，所以公司袂用留这两粒鸟笑我死的。哎，我啊，老夫人。是江道生看到我这烟斗的外表，笑是要霸占我的肉体呢，我嘛是靠住了。客母啊，我是有得要吃一嘴饭哦，才好客伯别去做歹代志的。
搁再讲啦，拄食第面生的时阵哦，我差一点啊都无命呢。啊，我搁表示命保护小雨，嘛等于是保护你未来的孙仔婿啊。客户啊，拜托你啦，搁有一摆机会好无？我感觉无需要这款西瓜挖大饼的人。哎呀，老夫人啊，我给你过这个机会好不好？老夫人，老夫人，我讲一句公道话，啊，即嘛吼公司人心不安，迄人事上吼无适合做变动，而且陈东春彭彩霞严家部一段时间内要找人来代替嘛真困难，我建议是先开头嘞。观察一点仔时间，你看来好不好？哎，王队长啊，你果然是慧眼识英雄了。你安尼甲我消停啊，我保证以后我对公司绝对是鞠躬尽瘁，就算我要死哦，我嘛是过劳死死在办公室。客户啊，我保证啦，从今以后哦，我会甲公司的利益放在上头前啦。啊，王特助嘛讲啊。你得给我一摆机会好不好？阿妈，我就当作是让伊留校查看啊。好啦，都交恁处理啦。Yes， 多谢干母娘娘。客户，多谢你。好啦，恁两个同我紧走。若果伫迄只公堂公差啊，念物啊，若果反悔啊，恁就艰苦啊！哦，我随走了。啊，恁大家，老夫人啊，节哀吼。人若袂用心的，什么节哀啊？顶头的无用啦，阮先离开啦，行。好。喂啊，张博士到今嘛阁昏迷不醒，你敢袂当陪我去看伊？好啊，爸，我先来等下。你玩弄死的大歹人，今嘛嘛受到伊家己业种的报应。假使讲你的分配若够有灵性，应该用个明目，用个安心嘛。好啦，卖想想啊这。我相信啊，咱人回去了啊，拢见会着面的。无应该嘛，袂甲你这一直拢真关心伊的好朋友放袂记。只要安达好朱丽萍甲陈忠信，这关就算过啊。我一定要趁这段好好休养身体的时间。赶紧想办法，把辛苦比这块动了石头，一粒一粒刷开才行。张博士，拍摄。我来看你，电脑插到你啊！啊，无啦，你无插到我，我是拄好试过。阮伫刚刚做厨试过的时阵，看到你昏倒伫遐，啊，你即马人感觉安怎？敢有倒位无爽快？我想我应该是头痛甲昏昏去，不过我即马头袂痛，身体嘛无感觉倒位无爽快。安尼就好。
其实我在昏迷的时候，我刚刚有听到你在叫我的阿婉，啊，我目睭背景有看到你，我阁确实讲是阮爸在叫我，后来我就唔知影人啊。咁真实，我乃一点仔印象拢无。我会记得我是看到你去人带走，我就想尽办法去录，啊，阁有录去恁公家的祖厝遐。啊，所来发生什么代志哦？我完全袂记了了。我就感觉敢若是袂记得一件真重要的代志，我煞拢想袂起来。啊，你要入去地下室的时阵，我阿伯敢有对你安怎？你放心啦，虽然讲哦，我完全袂记得发生什么代志，不过我感觉哦，人无安怎。最重要的是啊，你人平安就好啊。啊，是讲恁阿伯哪会雄雄把你掠走啊？是的啦，其实阮阿伯不是阮阿伯，伊是阮阿公江道生。伊之前专心到阮阿伯身躯顶，即个又想要利用我。进行转型术，所以才把我掠走的。真正有这种代志？这个世间上真正有转型术？我嘛经历这不可思议的一天，若是亲身拄着，我嘛不敢相信。什么？江道生根本就无死，伊一直拢活着，还佫借江中年的身份一直在遐作怪，结果佫在我面头前。假先假答在骗我，你是为了要救我，才会昏倒伫遐的。刚才你平安无代志，啊，若无我真正唔知要安怎才好啊。你知影就好啊。俊男就是因为你，才来带病伊的。你敢会当卖过来甲伊交流，让伊会当有一个平静的生活，敢会用的？我只是。刘总裁，就因为安尼，我顾到义务，爱关心张博士。阿姨，您只是来关心我，我是多好气过啦，有啥物困扰啦？温瑶、超越，多谢您啦，我无代志啊。你哪会叫我超越？你哪无叫我阿婉？我唔是一直拢叫你超越。是啊，你想要哪叫我拢会用的，无你好好使用哦。啊，那呢，张博士，我们就卖交了，我先来走。江中年的新闻，我拢有看到啊。我嘛会当了解你想要救江超越的心情，也毋过你嘛要小顾虑你家己的身体敢会堪的。我嘛毋知影是安怎会这么激动要去救超越。啊，搁较奇怪的是，你去江家以后发生什么代志，我做了啥，我完全袂记了了。那安尼你敢袂记？你讲江英团控制你的意识的代志，阿姨，若不是你讲出来，我真正唔知影这件代志。啊，你出来感觉安怎？怎么感觉心情真平静？头壳嘛袂疼。你的情绪确实是稳定真济啊。安尼我嘛靠放心，啊，看起来你用的新药啊，真正有效呢。那呢，你来继续把迄药啊的剂量控制好掉，知影无？嗯。
啊，你关心你是要去倒？当然嘛是离开这啊！这个所在差一点啊，搞我好心害害死的，我哪有可能留落来？秀兰，我知影，你自从知影道成的身份了后，你就想要离开。马可伊今麦暂时袂回来，你敢着一定要趁遐赶紧走是？是啊，唔免这么赶紧啊，嗯。你看，你嘛唔知影是爱叫我阿姆，还是阿妈对无？我嘛同款啊，我今麦嘛唔知影到底是爱叫你阿母，还是叫你大姐。就算讲超强无危险哦。我嘛无可能继续留伫这个关系这么复杂处。其实我嘛对阮阿公的所作所为感觉足贴心的，我会当体会你的心情。虽然咱无血缘关系，啊，不过你嘛是看我大汉的，为着要救我甲超强，你嘛强牵连你来，我真正足多谢你的。患难见真情，事实证明，咱的关系比有血缘关系阿公搁较亲。你若是安尼就离开啊，我真正会足唔甘的。超越啊，你自细汉到细弟咧，这么无正常的家庭内底，你的三观搁有法度这么正确，无夹偏去，我真正就替你欢喜。这拢是爱感谢你啦，好佳哉有你安尼生，斗三工来咧顾这个厝。阿月啦，伊早我都过甲遮尼啊好，甚至过当多过多生的伤害，你嘛是阮的家人，嘛是阮的温情人，我对你欠一个实的。我实在对你呀，亏欠足多足多。唔免甲我讲啊，这样尔好啦。我心肝内知知，我是一个足细致的妈妈。当初时我都是因为贪图荣华富贵，我才会放杀青天，带超强嫁你来尴尬。我明明知影江道生伊无正常，我煞目睭开开，到即马才发现。若是会当重新来过，我甘愿我家己抚养这两个囡仔大汉。就算讲是无钱，有一顿无后顿，我嘛会吹起恁家咧，用我的性命来保护这两个囡仔。安尼吵架伊嘛袂夹偏去，今天伊也袂因为失去我一个妈妈，吃这么侪苦啊。从伊即马放开伫个笼仔内，咱一定爱赶紧找一个好的律师团代替伊拍这个官司。若讲要对阿强来弥补，你应该爱心老汤的尴尬，上届无咱尴尬有真侪资源会用来帮助阿强。尴尬对我来讲，都全是一场噩梦。就算讲我接受恁尴尬的资源，恁嘛无法度保证以后袂阁发生这款恐怖的代志。我就干那这个好心尔，我袂当阁予伊无险啊。搁再讲进前，我嘛已经叫超强赶紧离开这个厝。假使讲我即马接受你的帮助，安尼毋是省我家己的嘴皮？已经决定啊，我会成全你。阿强讲起来嘛是，敢若我的孙同款。伊即马拄着困难，看袂用结外挂。
我会汇一笔款去你的口座，来给你替阿强打官司。阿强无论安怎，一定要平平安安出来。免啦，你莫加紧张，这是我的赛车，不是尴尬的。你莫切我的衣服，骂我一个，会当弥补你母仔囝的机会。好啦好啦，就算拢是恁感觉欠我的，那安尼恁欺骗我的代志，就好好的珍珠耍。等我离开了后，恁家己要好好保重。虽然讲咱无法度做一家人，啊，不过以后嘛是会当做朋友。恁若是想要招我出来，恁下午茶还是开讲。我嘛是会出现。阿姨，以后我跟阿妈会常常约伊出来吃下午茶、啉咖啡。啊，咱会当讲一寡查某人的心内话，就莫阁替厝内底的代志操烦啦吼。是要安怎才好？阴阴无去，什么一定挡袂掉啊！我这边来找王金甲工长的，我要替伊个人头来祭拜阴阴。你袂用去，咱这家已经跟阴阴一个人，袂当阁失去你。你即马去，等于是给恁牵石头，我拜托你较冷静的。我都不管，我一定要替阴报仇。你袂用去，你会用甲我放的无管，啊！不过我一个人，我无法度照顾生命啊！你甲恁先看阮两个无依无靠，我拜托你，你较冷静的好无？你无在吃，卡听到的吼。李毅呢？伊的皮肤不是已经化解啊？那伊人呢？我在梦里，李毅呢？李毅呢？无在吃。你冇看到，李毅。以后请记住着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伊来，我不要伊来，我不要伊来，我不要伊来！心明官哦，心明官，拜托你想办法，咱今仔好还是阴间的人，全拢付出代价。你别吵啥。我要找伊，我袂当家己一个人待伊这恐怖的所在。我要找伊，我要找伊。我记得哦，万袂当让你去看遐危险的所在。啥拢袂用去，即马毋知啥物情形。迄方母亲想着咱雄雄走去，无继续追杀咱。伫还袂查清楚之前，啥拢袂用后白来。我唔管，我就是要看到伊，我要跟伊做伙死。我袂当家己一个人待伫遐。伊伫看就惊，我要找伊，伊你莫惊，莫去找你，莫去陪你。好啊，是咪？你看唔到，咱袂当当冤家人踮遐，咱起码都要找伊哦。惊！
你是艰苦，我头脑袂清楚，你莫跟我跟乱哦。恁即摆去，是要自投罗网？恁去哦，是要全家伙走去死心？小猫，我是一个人死走火。你不是神明的亲生妈妈，妈不是伊真正阿妈，你当然当帮忙我，不管伊呐。我不是神明的妈妈，小猫我照顾伊三十几年，伊出嫁时阵是我坐大位，我不是伊阿妈，不过我可以出世，可以大汉。你即马讲，我跟你不是一家伙啊！我曹月，这句话你也讲出来，你到底敢做这事啊？好，你们做事，那来我带你去。再说咱是一家人，是了，咱做一家鬼，安尼好不？根本是饭店，当地警察来抓你。袂用的，你还袂甲英英找回来真相，你袂用告警察抓去两关。紧，你紧袂紧？我来应付。你甲门锁起，紧。什么？你来送啥？必须的代志，阮拢知影啦。阮是来通知恁，英英拄则伫个病院，已经离开啊。一离开迄个所在，伊也袂当开。伊一个人踮伫遐，毋知拄着偌济恐怖的代志，伊才会伫个病院，空空荡荡离开。姐妹，姐妹，毋是安尼，代志毋是你想的安尼咯。姐，你先听我讲啦。阮哥哥鼻塞的时阵，伊就已经昏迷啊，所以阮就赶紧送伊去病院急救。后来伊就恢复一寡意识，等甲伊最后要走的时阵，伊是面顶挂着笑容，安心啊离开的。所以我咧想，伊即马伫个天顶，一定做病情拢无挂碍啊，不可能。袂跟我这妈妈相识，伊哪有可能无挂碍？是安怎？你家送去病院，你拢无要跟我讲，你拢无要通知我去看伊。黄志宇，你跟我厝内底人拢大走，你连我唯一的伊，你都要家抽走？你是安怎这么歹心？你是安怎安尼走？我恨你！我恨你！时阵，甲人靠袂去，伊年都已经袂还嘞。而且，我嘛找袂着你啊！是咪啦？伊已离开，你会激动，你会将你啊痛苦，妈妈会当了解。这个代志甲治愈一点仔关系拢无，你袂当甲气拢出伫伊个身躯顶啦。是安怎？我连伊最后一面，我都无法度记着。伊妈妈的心肝宝贝，安娘，是的，我无法度好好照顾伊，我对不起你，安娘，伊。
多谢你来通知我，是伫倒一间病院，上无黄太医休息办手术，还佫有进前地清波，伊肯定因这个囡仔孙，伊的药师，伊应该袂敢抢。其实，我唔那是来传达莹莹最好的消息，我嘛是要传达一挂莹莹想要互恁知影的代志。莹莹讲啥？你紧讲啊！莹莹有拜托你阿公，叫你阿公好好照顾你，重新接受你回来的家。这拢无重要，阿公有嘞，阿公有嘞。伊要甲明幸福之头，和一切拢恢复正常。伊讲，这是伊对子彤最后的道歉。这拢无重要，伊最后一个公仔，一个公仔。伊甲江少强讲上久了，因两个感情是真实的，伊是真心的互相依赖。所以毛小姐，我是人要再上前的。你莫跟我讲这废话，伊最后一个公仔，伊最后一个公仔。无啊啦，无啊啦，我拄只讲的拢是全部伊要互你知影的代志啊啦，这不是？伊敢无讲？伊有话唔敢话？伊只拄健康就去互害死？你敢有叫我去报仇啊？你跟我讲，伊要纠缠恁这款好奇的人，你啥物拢袂问我啊？拢无袂跟我讲。姐，我拜托你较冷静的好无？你听我讲，莹莹姐哦，伊真正是冰晶离开的，伊甚至搁意会确定伊甲超强的感情，所以伊最后一步路，真正是面顶带着笑容，还是要走的。莫讲了，莫讲了！伊连最后清醒话你拢不会跟我讲，谁做谁都不陪我，谁做？是你啦！是你，你是安怎？到即摆也讲想袂开啊！伊伫个最后，会当甲心内温暖拢放下，平静的离开，这对伊来讲是上大的福报呢。你今日希望伊离开的时阵，最后一口气吞袂落，甚至是死嘛唔愿嫁。你哪会当以为家己安尼唔甘愿？你就了解伊是安尼痛苦的离开啊！姐，你肯定真听我讲的，好不好？其实莹莹的本性是善良的，伊只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强行歹去，也不过真正好佳哉，伊要过身之前，伊拢有悔改的，知伊家己的唔对啊。所以，伊真正是面顶带着笑容，平静离开的。我拜托你，你莫搁家己制造遐济痛苦啊，好不好？啊！若无伊伫咧天顶的，唔甘你会行袂开脚。我拜托你，你可以安心啊行，好不好？我不爱，你拢在骗我，你拢在骗我。我无亲耳听到伊讲这话，我唔相信，我唔相信。我爱包围张武士，伊。好啊啦，不管恁讲的是真的还是假，阮家会破团。我相信伊在天之灵，嘛一定会来个性命托帮，为母仔囝好好休息。是咪啦？你阿公也是种感恩，伊是要替
替用伊合法办这个后事。唔免，伊的后事，阮家己会办，唔免你插手。妈，好啊啦，咱今麦卖甲坐伫遮小一坐，不管咱今麦讲啥，这今麦听袂落去。好啦，无论是要安怎，你都安怎啦。骨卡安怎讲？你是伊的妈妈，是伊上亲的人，阮确实是无迄个资格。甲恁抢车，我会交代朋友，请朋友甲恁联络，看啥落来，恁要安怎处理？阿哥，我问恁，恁是安怎会当甲因送去病院？江道生迄个老妖道敢无阻挡恁？阮甲江道生也转身出动落来啊！现在江道生因为脑瘤破去，所以也倒伫个病院，真有可能会变成植物人。那安尼有黄金嘞？伊身躯有两条江道生的魂，应该无魂头来对付恁。阮也有联络到黄金姐个啦，黄金姐讲哦，伊这段时间发生啥物代志拢无记得啊。阮听江老夫人有在讲。只要江道生伊无法度施展法术了后，伊伫黄金石身躯顶迄两条魂就会当散去啊，所以黄金石啊，即马就恢复正常啊。多谢你，你来通知阮，即马无代志，恁会离开啊。以后请你莫过来搅了魂啊。还佫有，因爷告别式，你嘛无需要来参加啊。因为我无遗憾。李慧乖，我相信你是真心疼惜生命，你可以做母阿囝的时间，比我甲生命更加孤单。感觉你无希望，生命会当予伊阿公接受，予伊阿公照顾，予伊的未来会当好好过日子。以前我相信，就算讲这真正是回来啊，伊嘛要甲你等下唔管，伊嘛是继续照顾你啊。今麦恁两个已经无依无我，拜托恁，恁想我清楚好无？我再回来啦，卖甲家己的路行转去好无？你卖讲噶，我是我，唔是身边的妈妈。不是地青妹怎么讲？我勒敬妹的性命好，所以才讲唔肯接受恁大嫂家。恁家己问身边的意见，伊若愿意带恁回去，我当然无话讲。爱我带恁回去过日子，哪里阮爸嘞？你是不是想要苛刻我，叫阮爸出来投案？我做袂到，我甘愿甲阮爸，还佫丁慧官，阮三个人去做乞食，我嘛无可能甲恁回去。就算讲阮三个人只有一嘴饭，我嘛会三个人分来食。啊，不过伫个地界，我无温暖，你嘛无人。是真心关心我，真心要紧我，我是安怎要甲你倒去？我真无得稀罕，我已经无机会甲因做伙死啊！我绝对无可能为着我家己要过好日子，我就甲恁倒去，好去阮爸。好啊，因为怎，莫让生命搁去痛苦啊！爸是甲姐还佮丁慧官带来离开的，姐即马真痛苦，爸无可能甲放伫个遮，就先离开啊。所以爸无离开，还佮伫个这间房间内底。好啦，
无阮就先来走了。杨国姐，我相信不管是莹莹还是爸，因拢会希望你莫阁继续很痛苦啊。所以你回来啦，你若是回来，咱才有机会会当做伙替爸打官司，尽量把伊限制到较上低。啊，若无爸安尼一直走路嘛，毋是办法啊。为着爸后世人将来好，我拜托你好好考虑，等下讲个辛苦病好无？而且我给你保证，我嘛一定会全力个霸道三工替爸讲话。好啊，卖阁讲啊啦，你走啊！什么？啊！出去啊！什么？出去！出去！什么？什么？你相信造化无？什么啊？你先别着急啦，我坐冷静落来，啊，若无咱即摆家讲啥，伊拢听袂入去啦。我看到什么这么痛苦，我就唔甘的啊！啊，什么以后，以后是要安怎才好？我知啦，我知啦，我嘛做唔甘的啊。也唔过，除非这个你想开，啊，若无咱啥物人家讲啥，拢无路用啊。只要这真正想通啊，伊随时就会当回来咱的身躯边，嘛随时就会当重新接受伊啊，对唔？你安尼讲无唔对，这种感觉我想无法度了解。人伫个真美不五的时阵，都算是大罗天使来救，也救袂回来，是命啊！你当时才会当清醒啊！好啦好啦，妈，等我来了，哦，我来，咱面见面看啦。我咧想吼，因两个今麦是去甘头城的地，要替莹莹办后事哦，有较吃力啦。所以我咧想，归去。咱先去甲病院联络，早做一步知影，这因到底是要找第一间礼仪公司，啊，咱才来甲礼仪公司讲好势，替莹莹办上请伊的告别式，啊，电话吵架吼，咱才偷偷替这步就好啊，较免这知影了，伊又搁起了讲，安尼莹莹，等到无法度，我行最后一程。你这个办法真好，啊，咱就定定啊，把代志办好圆满，较要紧。我大家心肝内较好过，啊，莫阁增加阁较侪痛苦。心妹，先啉些水啦。你看你目睭，看甲拢肿起来呢。电视员竟然无通知我去病院，见因最后一面。我永远拢袂原谅伊。咱即摆才阁当替因办后事，咱得好好办，袂当让伊受到委屈。杜小静要离开晋江，讲的遐个话，我拢收拢唔着。刚刚伊是头刚要讲予你听的。他经常进前都几啊摆通知警察来甲我抓，假使伊若由着我袂起来，敢会阁再出去，都去通知警方啊？伊个，伊绝对个，伊全部都出卖家己人个。万一再出去，你有去用口气，安尼是要安怎？我想情况。伊应该是袂安尼做，若无，伊就袂讲遐个话，要予咱注意啊。我想应该是因为因伊离开，伊无想要生命，搁较艰苦，才不忍心安尼做。不忍心？伊根本就无良心。我真唔相信，伊对咱还佫有感情。咱即马先莫管情况是安怎想啊。最要紧的，是要赶紧办莹莹的后事。
我出面就好啊。你还是神秘的，说来来，看要哪做，咱再大刀想办法。钢头蛇变作植物人，实在足好诶。伊只无值得死甲遮尔啊快活，伊就应该爱好好活咧，刀刀受凌迟，刀刀死，死了真痛苦。等我把伊的后事办煞，我绝对会找机会去甲伊好好拍招呼。金玉公，黄金会和正常，敢是真实嘞？还是这个监督生过留一手，家己倒伫个病院，实际上煞继续控制黄金。嗯，这话一定要问清楚。假使监督生也是探过黄金的心思，那伫这边不管是黄金还是监督生。我绝对不会让他死透透。阿姨敢会去杨文轩看不到？他这个看不到，并不代表他永远都看不到啊！参像你这种为了私人恩怨不顾别人性命的歹心查某，谁跟你做亲戚，谁就衰啊！我拢有钓阿姐啊，出入口的监视器，嘛确实有看到万条万以后问李白的身影。这不胡乱举报啊！我配合你们检查。江老师，你真信啊？这边哪有可能啊？伊头壳内底血块无减少，无可能会真信。我看到伊目睭白金一直搞起，啊！你搞我画一个，我头壳看伊目睭起起来。虽然讲江中林倒地啊，但过还佫有一口气在喘呢，我都唔相信伊两条魂都跟你鬼王金啊！我唔知道你到底安尼想啦，我可肯去投案，我都唔相信。我今日，我就把你拍到天桥上。去死啊！你爱我做你的代志。为了你，我刚好林子谦来公司上班。我这人的个性就是天生反骨，我决定来无极做伊的代做。客用唔捌谈过感情，是安怎啊？这么向阳对林子谦这么认真？老板，你若讲我见错，我死我王金龙。我电话死了，已经无你这个爸爸嘞。你每个好话，阿婆死了有遗憾吗？这个江道生，罪该万死，哪代我都该赔。替恁大家，甲政府来堵掉。这下我真正稳死啊！伊啊，你若袂认得我，你怎会行遐对着我？叫我替你找你的囡仔，伊啊，你比着镜中的我，你讲迄个是你拍拼的心肝，渐渐每夜定下，你徘徊脚步声。我知影你为啥人当伫这，一寸一寸看，双手抱出你花影，伊无人，人生七十顶头看。最大的幸福是你。